我有很多想去的地方，想要做的事，比如说海边橘色的夕阳，沙滩上写字，身边有个人，只是 optional， 我再也不想等，拿起车钥匙，往城市的反方向 see the sunset，保温瓶的红酒杯，感受 sunset， 脚趾头埋进沙堆，简讯不回，我在波德生翠里面，天空还是灰灰，可我的心能见度 OK。要欣赏风景沿途。